掉了。就两罐啊。还有呢，你先喝这个。我不先喝这个。那你椅子拽过来，你椅子拽过来。我先喝。这谁搞出来？拿走，快点的，拿过来吃饭。怎么这么热？那你吃点咸菜吗？这咸菜是在冰箱里边。辣呀！我把辣椒片给你弄回去呗，行不？不要。那，还算了。这个，他不愿意吃，你吃吧。你自己看好时间啊，哦，过点了。知道了。谁能给我把这条活生啊？没人能帮你，学习只能是自己。你听没听懂啊？我说啥呀？那你上学的时候还能带着我去啊？假如这是在班级里边呢，老师那么多孩子，能每一个都能照顾来吗？你好好好写，快点的。妈，你看我腿。哎，你快吃，吃完赶紧洗，你看那黑嘴巴。还不想喝。我上去上课。自己挑。这是芹菜吗？这是。让阿姨称。拿着吧。拿着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客气。你觉着咱们三个人应该吃多少柿子？两斤吧。一斤就可以了。装吧，等会儿我这尝尝。44.7，你兜里有多少钱？那就给他50吧。50，剩多些。50够吗？够了。然后你多少？53.9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走吧，儿子。嗯。妈妈问你，今天走的时候，妈妈给你带了多少钱？72.69。在超市花了多少钱？44.7。那买金针菇花了多少钱？2元。那现在还剩多少钱？25.9。那今天钱花对不对？对。好。我包这个就在锅里边，你就靠铲子糊，饺子不太碎。那谁包的能碎呢？你不都是整干露馅儿整个的吗？妈，你说这包饺子是不是就我自学成才？嗯、就是你看谁告诉我的？没人教过他，我爸自己悟的。嗯呀，自己悟的。不是菜了。蒜呢？你吃大蒜吗？不吃。你告诉我吃不吃？哎，蹦出去了，快拿过来。好好砸着啊！这个味儿有那么大味儿吗？有，我没有经验，倒多了倒少了也不赖我。再倒一点，不赖你赖谁？再倒。熟了吗？快了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多吃点啊。再来个饺子，你放点这辣椒油，辣椒油好吃，辣椒油那个香味儿，然后吃特别香。它那个辣椒油里边还有芝麻？嗯，放的芝麻，然后少放了点盐，就炸出辣椒油就特别香。妈，你们不嫌辣吗？不辣呀，这样好吃。感觉吃的更香。慢慢吃啊、哦。还有吗？
还有几个，让你再来一个。我不来了，来来来。喝吧。打他了得了。感觉，哎呀，感觉给我亮了一点。还有四个。